天狼星信息。关于我们的到来是加快转变的催化剂。编译者来自天狼星的 Frank。 问候，我们返回并有许多话要说。过去几周的事件已经开始显现，这些事件是你们全球繁荣的关键，包括一系列货币重新评价的准备，为了一个备受期待的全球货币重新配置，借由世界各地回归黄金本位而被密切关注。所有这些行动意味着你们称之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私人持股公司的消亡。这个实体的折叠将创建一个美联储注解结束的理由，这是为了美国和世界所建立的新的治理的初步措施。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将会是圣哲曼伯爵世界信托交付的繁荣的资金。这些事件是使得披露我们舰队的一个可能形式。我们观察这些事件，知晓第一次接触的日子更靠近了。我们的大规模登陆仅仅会开始与你们巨大转变，成为全意识光之存有的最后步骤。这个降落会允许你们与你们的导师会面，他们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训练，并且准备好帮助你们成功的过渡到全意识。你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拓展一个与你们的导师的深层信任，以及启动一个改变你们许多核心信仰的进程。这将允许你们去发现你们所不知道关于你们目前和过去生活的很多事情。这趟旅程是你们如何去看你自己和你们对未来深刻理解的变换。你们要明白在此生命期之间发生了什么，以及你们各种过去的生活是如何影响它，那会是至关重要的。这可能导致一系列与你们的导师和你们天堂的深度讨论。每个人都有生命的契约，你会需要开始去看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从这一数据，你们就可以为你所想要的去构造而奠定基础。当你们进入你自己的光室，此资讯可以更好地为你们这时刻而预备。当你们进入我们的境界时，你们就成为庞大的银河人类集体的一部分。此高度相互联系的生活实体包括我们所有人。我们正不断地与彼此去展开人类和这个庞大的银河星系的神圣计划。这个星系存在于许多跨维度的层面上。你们还可以拥有天堂无限可汲取的能量，因此你们对于所遇到的任何问题都能够找到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你们要去运用这棵不断成长的树，因此我们的到来只是加快你们返回走向全意识的催化剂。天堂感到你们需要特别的元素，以便协助你们改变你们的环境，并且一路走来帮助你们解决若干个人有可能耽误你移动进入到更高意识状态的问题。到头来，你们领土里的黑暗元素仍会有潜力去阻止这全意识的移动。我们现在已完全消除了这种令人发指的可能性。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之一是此黑暗元素打算如何保留对你们的统治。自从亚特兰提斯陨落，这个群体首次由阿努纳奇 Anunnaki 带领，然后由一组特别连锁的人类密谋打破几千年以前由天堂给予他们的法令。我们的任务最初是为了暗中帮助你们一起一些关于自己的身世。当阿努纳奇结束你们三个黄金时代时，牧养你们之中的许多人到特别的地方，这是我们所做过的。
后来，我们帮助选择和创造条件，允许整个扬声大师的结成。我们还辅助很多你们的化身，来创建大多数你们现代的宗教基础。阿努纳奇和他们的爪牙，重新排序所有的这些宗教。也就是说，你们目前深信不疑的宗教，早就被篡改过，而不是当时的教义了。结果就是做出一个被算计的大杂烩，带出区隔，互不信任和一般处于这些群组的每个信徒之间的不安。不久，这将会有你们扬声大师的课程，纠正此问题。问候，何塞纳，我们是你们的扬声大师。这时刻所标志的，是一个为了全人类的过渡时期。一些事机会花较长时间才能成功的被完成，一些数量的人现在是属于在宽限期内。成功的模式正在形成，我们毫不怀疑这些都会快速的被完成。我们的神圣伙伴的辛勤工作就是要为你们带来这些事件。当货币被公告出来，要理解最终的结果是要如何在俗世的治理工作中有个伟大的转变。所有治理中的腐败和不诚实的程度才是真正令人震惊。这严重的渎职行为将被转换，新的规则被采用，那些人是这个非法欺诈的一部分，以满足他们公正的命运。新的一天充满了繁荣、自由，真正的民主是一种规范。这种新的现实需要你们充分的参与。新的治理需要你们去支持，这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已发展超过一个半世纪的开发技术。这些被隔离的设备可以迅速清理盖亚的环境，并提供人类各种社会应得的丰富性。这神圣的恩典给予监护的机会去重新建立，那是我们900,000年前第一次到达时人类所同意的。我们在神圣球体上的姐妹和兄弟的情谊欢迎这一变化，再次走过这个最精致的道路。祝福所有专注辛勤工作让这一切有个奇妙的现实的人。我们感谢你们。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这一天会到来。现在我们庆祝它的到来，为了当我们可以公开回答你们许多关键问题的时刻而做准备。你们每一个人在你的内心会知道到来的是什么。人类在一些背后黑暗势力扭曲的真理下，已在过去13,000年前被断奶。这些似是而非，现在需要加以被纠正。要做到这一点，你们最初会要求去叙述一个遗失的历史记录，那是为了我们许多人的顿悟所设置的阶段。这些启示可能会吓到你们。我们的目的是去解释发生了什么，以及这如何去涉及到你们目前所相信的。这是承认我们的兄弟姐妹，看看我们注定要在一起工作，以履行神圣的时刻，学会去爱其他人，以及这伟大如此愿意庇护我们的存有，尽管有很大数量的违法行为。我们爱盖亚，地球母亲。我们爱人类，我们爱我们满有恩典的返回权意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天我们继续我们这些日子活动的相关消息。阴谋集团已达到其可预见的结局。我们来自地球内部和来自跨越这个星系的兄弟姐妹们欢迎着我们，并且为了权益事而预备好我们。我们庆祝这个时刻，以及准备好好的去接受此最亲切的爱之团聚。知道吗，
亲爱的伊们，事实上，天堂无限的供应和无止境的繁荣是属于你们。就这样吧，合一，欢庆。天狼星人与你们在合一、喜悦之中。谢谢收听，感恩祝福。